欢迎。重庆火锅的起源于码头文化，就是那个拉船的纤夫把那些扔到那个江里面的那个毛肚啊、鸭肠啊，把它拿来煮了，所以这样来发明了重庆的火锅。哇，那我唱一下。你唱吧。看一下，我们这个火锅叫九宫格。哦，九宫格就是九个格子。为什么有九个？以前那个我们吃火锅，比方说我们这桌人都不认识的，哦，我们每个人就有一个格子，我是这个，你是这个，然后中间那个火大的地方就可以大家都可以烫东西，所以九宫格很有渊源的，也是重庆火锅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。哦，这样。En este momento puedo sentir el espíritu cálido de amistad y tolerancia de la olla caliente de Chongqing, que abraza todos los ingredientes y también a todos los comensales.